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，4月20号晚上压轴登场。两岸政策说清楚，贫富差距讲明白。蔡英文，最重要的是民主进步党要把国家带到哪一个方向？苏贞昌，幸福国家的标准在于人民是不是快乐有效。许信良，希望用国家的力量来改善农民的生活。谁能胜出？关心台湾未来，请锁定4月20号晚上8点三立新闻台民进党总统初选政见会实况转播。